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台湾拉克的 Gogo Eric。Yeah, yeah, yeah, 然后这一次我们 Dance the Life 今年第一场呢，很不容易的，就是之前可能都是跳 hip hop 拿冠军，这一次由我们第一个由我们拉克拿冠军，就是我们的冠军小高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对啊，那你这一次刚拿到冠军，过几分钟有什么感想？不可思议，这样讲，因为 freestyle 真的太难了。困难，然后对到的对手又是老司机的人物，对，然后就对他们都很紧张，对，真的。那有没有哪一场你觉得就是你这一路打下来就是印象最深刻，还是怎么样？对阿雅老师，是啊，阿雅老师太音乐性太好，然后其实他今天是第一次跟 B-boy battle， 也就是老司机，然后他的就是对我们挑衅，然后我会不自觉就是。想跟他打，是哦。那这之后还有什么？就这一次赢了之后，就可能一定有积分，以后就会面对来自日本的那么厉害的、很多很厉害的人，有信心吗？有。OK， 谢谢你，恭喜你，耶、yeah ！下次有什么其他访问，也是会在我们台湾拉克跟你介绍，耶、yeah ！小刚，耶、yeah ！台湾拉克，下次见。